超级总动员，大家来动员！啊，今天现场相当热闹哈。真的。马上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评审啊！今天我们邀请许杰慧及玛格丽特来担任评审工作。刚刚这个草莓姐姐一开始啊，也在后面跟我讲，她说：“哎，从小就开始出道的这些艺人明星哦，好像都不会老呢。”对，真的。最重要的是，她最近这个发型真的是相当可爱。哎，我跟你讲，辉哥算是我们所有前辈里面哦，这个发量最浓密的一个。真的。到底要怎么保养可以保养成这样子？就是要交女朋友啊！不要交女朋友，没有。我宁愿秃头啊！欢迎两位，是到时候麻烦两位了啊！马上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参赛者。第一位是我们的于硕恩，有印度血统的硕恩可是个语言天才哦。你是爸爸妈妈是哪里人？印度和台湾。爸爸是印度人。对。哦，那你会讲印度话吗？一点点。一点点哦。那可以教我们吗？你说大家好怎么讲 ？Namaste。Namaste 是日文吗？他现在讲的是没有马格听得懂哦。对啊，因为我在学瑜伽，那瑜伽原本是从印度过来的。那我们每次上课之前，就是第一个就是 Namaste。Namaste， 哦，好这样子。西班牙文讲海绵宝宝怎么讲？教大家。Bob Esponja。啊 ？Bob Esponja。Bob Esponja。Bob Esponja， 那个西班牙文好像有几个字的发音一定要拉那个舌头哦，一定要拉长音那个。这是 R 吗？哎，这个在我们凤阳花鼓里面也会看到啊。有。隆咚飘一飘，隆咚飘一飘。哦。可是台湾确实很多人不会。你会不会？我是俄罗斯人，当然会。好，我们两个拉的比较长 ，PK。好，那我们 PK 看谁比较长。预备，开始。好厉害！从脖子出哎，真的。所以他们平常如果在打哈欠，有没有？他们不是啊，他们是啊。哇，这哈欠超难的。你要这样讲，他们打喷嚏也是啊，哈啾的，好麻烦的一个民族。所以你今天带来的这个特殊才艺是什么？跳舞。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印度舞。印度宝莱坞。आजा जिंदे शामी आने के तले हैं आजा जरी वाले नीले आजमाने के तले हैं जय हो जय हो आजा आजा जिंदे शामी आने के तले हैं आजा जरी वाले नीले आजमाने के तले हैं जय हो नच कोयलों पे रात बिताई है अखियों की नींद मैंने फूकों से उड़ा दी गिन गिन तारे मैंने उंगली जलाई है Bravo!辉哥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我们的小朋友除了自己本身在学校上课所吸收的，应该还要涉略更广，因为以后要从台湾去看世界。那我觉得希望能够跟世界接轨，他们必须要有那种国际观。哇，哎呦，立足台湾，放眼世界。嗯，哦，谢谢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太棒了。好，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第二组的表演，是我们永吉国小非洲鼓舞团。永吉国小的同学常去各地表演，实力不可忽视哦。你们练这个非洲鼓练多久？两年多。两年多。这算是你们的社团就对了。嗯，那你们平常都是什么时候练习的？星期三下午。所以是社团活动的时间，对不对？嗯。哦。那你们练这个啊，
其实我觉得最精神的所在就是说他们会喊一些口号，有没有？有。有没有？有。有，要不要叫一下大家？你们都怎么喊的？喊这个有人代表就对。预备，开始。安 K 妈。安 K 爸，这是什么意思？准备好了吗？哦，准备好了，然后他们爸就准备好了。那我们赶快来看他们精彩的表演。掌声鼓励。时候在演奏的歌曲，我们辉哥啊，也非常颇有研究，对，有研究，那一定要出来，一定要站出来，掌声欢迎辉哥！哇塞，刚刚小朋友示范就是这里哦。哇哦，哇哦！所以小朋友在打的时候，他会用到整个手掌，嗯，然后包括旁边这里、这里，然后包括这里骨边。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每个同学的那个手掌应该都比较肉比较厚。哦，真的吗？那你看，你看，你看，有没有？嗯。哦，这种厚度呢，将来长大一定是哈非贵哈。这种厚米啊。不是叫你出来摸手下吗，大嘴？谢谢辉哥，谢谢，谢谢我们永吉国小的同学，谢谢。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第三组。同学的表演是陈恩，只有十岁的陈恩天生就有一副好歌喉。哇塞，这是你几年级啊？小美女了，已经亭亭玉立了呢。对呀，哎，你不要看她这么漂亮哦，其实她平常非常的鬼灵精怪哦。真的吗？听说你还会有什么可爱啊，然后什么生气啊，然后还有什么鬼脸啊，瞬间变脸，瞬间变脸的。哦，好啊，好，来试试看，预备。开心，刚刚一二三开心，默契上面再来一个，上面出现一点点问题，好，再一个，预备，开始，可爱，生气，开心，撒娇，好，好啊。你之前去大陆买东西杀价，你还会装什么大陆腔啊？对啊，是啊。好，那比如说，你跟那个阿辉哥哥买东西好了。啊，来来来，哎，小妹妹要不要买什么东西啊？哎，老板呀，这东西太贵了，可不可以来个便宜点呀？这东西是货真价实嘛，我童叟无欺了，我这还这么便宜呢这。不，那这我不买了，我现在身上只有2块呀。哎，小朋友，哎呀，看你伶牙俐齿的，我就1.5块卖你啦。好厉害呀！厉害呀！哇塞！今天带来什么表演？今天唱歌。唱歌。带来谁的歌曲呢？张惠妹的《维多利亚的秘密》。掌声鼓励。他的双脚，沙滩上的浮泡，肩膀线条像冰山的一角，当被他拥抱会是什么情调，双手环绕舍不舍的睡觉，谁的唇能忍受我的吻，能清楚感觉到他的体温，准不准一整天不出门睡觉拥抱，想听到他胸口的心跳，太阳下他的汗什么味道，
马哥，很快啊！他刚刚在唱的时候，然后又突然指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感觉？嗯，他好像是吊我，在吊你，想要跟你 PK 的感觉。没有，我开玩笑，他是那种翻点的，翻点，专心在你，很有魅力。怎么国小五年级会这样放电？我现在都不太会电。这真的很厉害，他刚刚那一瞬间确实有让我们有心跳加快的那个。我有看到那个辉哥他的表情有吓跳，整个这样电。马哥，哦，你也是个发电机吧？你要出来救一下吧，好不好？好。同样的音乐。谁的唇能变成我的吻？能清楚感。我还是觉得陈恩比较好，因为陈恩有跟我们放电。对，不过我们陈恩的表演真的令人刮目相看的感觉。对，谢谢你，谢谢。哇，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第四组蓝伟哲。伟哲，他可是超级专业的舞狮达人哦。你几岁啊？才六岁而已哦。对啊，你为什么会舞龙舞狮？是谁教你的？哥哥、哦，啊，你这个学几年了？三年，哇，三岁就开始学了。你几岁？就还包着尿布就已经开始在学耍狮子了。好酷哦！好，我们来看你这个表演好不好？来，好，加油哦！可爱的小狮子啊，现在狮子要上妆了哦，好，来，前面遇到阻挠要怎么过去呢？哇，一山还有一山高，爬坡了，哦，哎呦，小心，现在这个，哦，两条钢索，哎呦，需要十足的平衡感，哦，抓好自己的平衡，这一头小狮子，下面就是无底深渊，越过阻挠，强势越过。哇塞！刚刚他要过那个有没有钢索啊？捏了一把冷汗。哎，你要去？你可以跟玩多米糖哎。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啊？你是不是很哇？你刚爬很高哎。你都不会害怕吗？不会。有没有掉下去过？没。都没有，从来没有。那个钢索，没有。谢谢伟哲，谢谢。我们也请第一位的余硕恩，欢迎。说这个阶段带来的加分提示，唱歌，带来什么歌曲呢？Si tu tienes muchas ganas de aplaudir。你恭喜啊！好，我们欢迎硕恩带来的歌曲。欢迎。西班牙话吧，对。你刚刚唱那个喜兔跳的不是七楼的啊，那个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很快乐，你就快拍手。哦，对，是一样的。那是不是姐姐也有跟你一起练习？还是姐姐教你的？
有啊，有。啊，姐姐今天有没有来现场？有，欢迎姐姐一下好不好？姐姐在哪里？哎呦，哇塞，姐姐是美女。你姐姐跟你差十几岁啊？五岁。这边请，这边请。哇哇，五岁我比你高哎。真的？哪有？姐姐今年几岁？十三岁。国一吧？国二。国二。可是看起来好像是你，好像是他妈妈。你在旁边讲，我不敢站在他旁边。没关系啦，没关系。那你怎么会讲西班牙话呢？学的。在学校。不是家教老师。哦，从小就学多国语言就对。哦，现在真的很国际化哎，真的哦。谢谢你们哦，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看永吉国小非洲鼓舞团所带来的加分题。这个阶段的加分题是什么？肯纳洞。肯纳。唱歌。对。唱歌哦，唱什么歌？肯纳洞。肯纳豆，你很恨他吗？然后肯纳豆叫做什么？肯纳豆。肯纳豆，来，请来欣赏肯纳豆。我们的陈恩所带来的加分题，你的加分题是？唱歌还是一样？唱歌还是一样，一样是维多利亚的秘密吗？不是。什么歌曲？是Kelly Clarkson 的 Because of You。Because of You。一起来聆听 Because of You。Because of You, I never stray.那个呼吸位置好棒哎，很自然。对，因为他唱一太棒了，可是我听他的英文也是真的很标准，很标准。对，谢谢。叹为观止。对呀，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可爱的伟哲所带来的加分题。这个阶段我们伟哲要带来的是，他要跟这个舞狮融为一体啊。哦，是怎么样融为一体？他要戴着这个狮子的面具呢，表演这个开心呐、害怕、想睡觉之类的。真的吗？狮子有这么多表情吗？有。有信心吗？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请那个辉哥考你好了。狮子很生气。生气的狮子。我生气。很生气。我生气，更生气，最生气。耗子是狮子在表演，你在生气什么？狮子肚子很饿，好饿啊！我吃到了东西很开心，开心了。没开眼睛，没开眼笑。然后吃饱了很想睡觉。很想睡觉，好可爱。然后狮子醒来了，他想要对玛格丽特抛媚眼。哇！哦耶 ，Be my girl。可是玛格丽特没有理他，他觉得很疑惑。哇，奇怪。张飞哥你好可爱。
哇哦，今天同学的精彩表演可让评审又要伤透脑筋嘞。那到底谁才会获得今日的最佳才艺呢？我们首先要颁发最佳台风奖是我们的余硕恩，恭喜余硕恩获得最佳台风奖，请玛格丽特为我们颁奖。他的台风非常的稳健哦，所以我们评审团呢给他最佳台风奖。好，接下来颁发最佳创意奖是我们的永吉国小非洲鼓队，恭喜永吉国小非洲鼓队。队长，队长，领奖，恭喜！耶！马哥，你被报道了。最佳人员奖是我们可爱的小狮子伟哲，好可爱哦！把奖杯吃进去了，你把它吃掉了，拿不进去，要卡住了。伟哲，伟哲，横着拿，横着拿，横着拿，横着，可以。他说可以，好，谢谢。这个要用牙签哦，踢到他吐了，卡住门牙。好，那当然今天的第一名就是我们的陈恩，恭喜你！恭喜最佳才艺奖，也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一起来报名哦。那下周同一时间也别忘了收看《超级总动员》。